5月22日，一场奢侈品秋冬大秀在上海隆重举行，姚晨、安以轩、甜心、百星汇等也是盛装亮相。一袭黑色连身裙点缀白色蕾丝边，当晚的姚晨也是尽显妩媚的女人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久未露面的好莱坞甜妞杰西卡·阿尔巴当天也是压轴亮相，黑白色的套装也是尽显优雅气质。女神驾临，果然气势逼人，难怪在现场掀起了阵阵尖叫声。大秀当晚，热播综艺节目《奔跑吧兄弟》也是播出了姚晨担任嘉宾的那一期节目。问及大姚在节目中的表现，一向颇有女汉子气的姚晨也是大呼惨不忍睹，莫非是遭遇了可怕的撕名牌环节，让她至今心有余悸吗？我觉得可能惨不忍睹，就看了就知道了。我一会儿想回去看一下重播，现在没看着。是不是被撕名牌撕得很惨啊？我撕名牌可能还好一点，我觉得最惨的是中间的那个游戏环节。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，参加综艺节目真的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，而且有时候我觉得不单只是玩玩，还需要一份责任心，这个还挺没想到的。然后在也没想到会玩一个这么，变态又残忍的游戏项目。这变态又残忍的游戏看来是真正伤到咱们的大姚了。好在姚晨在录制时有大黑牛李晨这样的中国好队友，乔乔立刻霸气的谁都不怕了。就跟李晨最熟，所以说好在是我们俩分在一组，就是那个有大黑牛护身，就是谁都不怕。5月22日，一场奢侈品秋冬大秀在上海隆重举行，姚晨、安以轩、甜心、百星汇等也是盛装亮相。一袭黑色连身裙点缀白色蕾丝边，当晚的姚晨也是尽显妩媚的女人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久未露面的好莱坞甜妞杰西卡·阿尔巴当天也是压轴亮相，黑白色的套装也是尽显优雅气质。女神驾临，果然气势逼人，难怪在现场掀起了阵阵尖叫声。大秀当晚，热播综艺节目《奔跑吧兄弟》也是播出了姚晨担任嘉宾的那一期节目。问及大姚在节目中的表现，一向颇有女汉子气的姚晨也是大呼惨不忍睹，莫非是遭遇了可怕的撕名牌环节，让她至今心有余悸吗？我觉得可能惨不忍睹，就看了就知道了。我一会儿想回去看一下重播，现在没看着。是不是被撕名牌撕得很惨啊？我撕名牌可能还好一点，我觉得最惨的是中间的那个游戏环节。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，参加综艺节目真的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，而且有时候我觉得不单只是玩玩，还需要一份责任心，这个还挺没想到的。然后在也没想到会玩一个这么，变态又残忍的游戏项目。这变态又残忍的游戏看来是真正伤到咱们的大姚了。好在姚晨在录制时有大黑牛李晨这样的中国好队友，乔乔立刻霸气的谁都不怕了。就跟李晨最熟，所以说好在是我们俩分在一组，就是那个有大黑牛护身，就是谁都不怕。